卢中南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，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，中国书协楷书专业委员会委员。大家好，我们下面接着继续讲解九成宫里全明的临习示范。这节主要讲的碑文的内容是：书气未济，开辟不臣，冠冕并息，称职贤臣，大道无名，上德不德，玄功前运，己身莫测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米谢天公，安知地利。下面接着讲例字，先看气，这个是易写，下面应该是个大啊，把这大变成了一横两竖啊。这个字注意上面要紧一些，下面要宽一点，这两竖拉开一定距离，撑住上面部分。这是关于气字的写法要领，讲到这儿，我们看一下冕。这个冕字啊，上面写的时候要注意，要宽，写宽一些，中间这两横和两边的两个竖不要连着，因为这个是一个部首，古文字上讲它是脑袋上戴的一个帽子的那种象形，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约字啊，也不是日字，所以这个写的时候要注意。首先第一竖写稍重一些，注意看这个横折或者横撇啊，注意看它写的这时候开始向右上方稍稍抬笔，再往下顿笔写出这个折笔来，中间这两横，再看底下这个冕字，笔画比较细，撇画向左，最后写出竖弯钩。写这个竖弯钩出钩的时候一定要慢，不要着急，这是冕字。下面我们看这个息，这个息呢叫意位，关于意位问题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是部首和各个部分进行交换位置啊，意位应该是上面是个龙，下面是个衣服的衣啊，为息。那么他这个写法呢，就是把龙字的左半部写长，右半部压缩，减省笔画，变成右半部的上面，下面留给位置写一，是这样的。横画向左延伸，这两个横画拉长，上面本来这个应该写的很多的笔画的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它这笔画省了好多，就变成了一个已经的已。中间有一些残破，不知道这是连着的还是下面写出这个一字，这个最后变成反捺。再看道，道路的道，
道路的道，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左下包围结构字，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手字，手字我们很容易按照常规把这个上面这横写长，但是在这个字里头大家看到这横不仅写的不长，而且刚刚过去这个撇的点儿，这横字就不写了，啊，这也是很有意思的。我们写一个把写横写长的字看一下，注意看这个横折很细，向右下顿笔，同时写出这个竖画。大家可以看这个手字啊，它的有些横画写得很细的。我们把这个手字的横有意识的给它写长了，大家可以把这两个字进行一下比较。再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名字，名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就是要注意这个西字的最后这一笔撇笔的这个撇尖，大家可以看很肥很厚饱满，有点像隶书的撇画。注意这个时候笔逐渐逐渐的给力加力，然后挑出这个笔，就像我们写隶书一样。这是关于名字，下面再看钱。这个前字是左右结构，由于右部分是上边是两个相同的字，相同的部分写的比较宽，下面这个日字呢就不要再写的太宽了。这是左边的三点水，注意这个字的写法，它不是天也不是夫，这边写成点儿，这边呢有点像即使的即的一部分，注意这儿写成一个竖弯。最后写出这个日子，我们再看几几字。在上一讲我们讲到了鸡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在鸡字的这个下部的这是写成了撇横撇，在这儿写成了撇横斜勾，这也是少了一撇，同时这还少了一点。我们在这里头啊举了两个字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都是弓字。这个弓这边是个立，也就是说这个出头了，这边这个弓也是李全明里的弓，但是它写成了个刀，没出头，是吧？这两个字同样都是结体，比例关系都一样，唯独的区别就是出头和不出头，啊，这个是我们在临习过程中可以经常选一下，把自己的遇到的不同写法的一样的字挑出来进行对比。这个凿呢，上面是左右部分，下面是一个金，整个字形如果按照上下结构的比例关系看也可以，把它作为一个多部位结构看也可以，因为尺字就是一个上下结构。那么在这个字里头我们想
提醒大家注意的，这个尺还是少一竖，啊，这里边还是少了一竖。下面我们临写一下。注意，这是虫，这个虫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点儿往上，这个横画到这儿就不写了。再看这个人，这个人，注意看这个人的点儿不往下点，而是往平了点，为什么？等会儿再看。这个横竖折也是，为什么写在这儿他不写了？再看右半部，这是一横，这是一个撇，是个反文，注意看这反文的横往刚才这个点儿和这个横的这个空当移过来了，再写这撇，注意看这是捺，这时候刚才我们说的这块留出空了，为什么？要给金字底留地儿。这就是在写一个字的时候事先要想好互相避让，给每一个部分都要留足位置。这个凿字我们现在看，如果我们脑子里没有想到下面这个金字啊，它这个是个一撇一捺，我把这个尺字这个地方往这儿走，这个竖折这横再往这儿走，那么你这个金字的这个撇和捺势必就要往下，往下走以后带来一个问题，我们可以试一下，就是按照我们通常的一种写法看啊，我是适当的写快一点，那你这个金字的这个撇捺就得从这儿走了，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上下分家了，说不上话了，有点儿，你看，就有点儿拉开了，所以他这样呢，就把上边中间这个地方互相都让一点，留出一块地方把金字人往里放。我们再看这个井字，井字呢，注意看这本来是个撇，把这撇呢变成了回风收风，字形稍长一些，这个欧字写的字好看呢，就是因为它就像这人似的，打个不太合适的比喻啊，这人腿短不好看，腿长好看，是吧？你看我们这个字也是，这井字这两个横往上走，这个竖最后这一竖，你看最后这一竖二分之一在上面，二分之一在下面，显得这个很腿很长啊，一伸展，二了又很挺拔。下面我们再看这庚字，也是左右结构，就是注意一下第一撇是撇啊，它可以写成撇了，这是注意不白，刚才讲过井，这边也是一个井，田，田也是这样，这个田字注意这边左边这个横和左边的竖连了，右边的这个横出了一点头，但是和右边的竖并不相连，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把它全连上会怎么样啊？这个田字我们按照它这样写，
全封口，同时又给全连上。大家可以看看哈，这个字看来是有点死性，没透气。儿字啊，我们在这里稍微说一下哈，这个儿字要想写好的话，两种写法。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儿字，大家可以看看，整体形状应该是扁的，啊，整体形状应该是扁的。在这里头，左边的第一竖写的比较长，而这个横折勾相对的写短，中间这两个竖，注意看它的角度，一个是往右下，一个是向左下，形成一种这样的式，它并不是垂直的，正常的那种竖，所以这就带来一个我们今后在写这类字的时候把握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儿啊，注意。这竖写长，这个起笔呢，它是不是从这儿起笔，而是从这儿。这一笔往这儿收，这一笔往下走。此外还有一种写法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儿字啊，从横到这个横，距离并不是很拉的，不是很开。现在我们借鉴行书的某些写法的体式来看啊，我把上面这个横写短，然后把这撇写长，这个竖写得更短，这个稍微写长一些，这两个字我们进行一下比较，这个从整体形状来看写高了，字写的高了，这个字显得扁了，但是它的姿态不一样。我们关键看就是这个撇，这个撇要写长和这个撇写短，就是一个笔画在一个字里头它放在什么位置，它的长短对整个字形会造成多大的影响，啊，这个也是我们今后在学习碑帖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问题。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谢字，这个谢字是个左中右结构的字。首先左中右这种结构的字，大家注意到这个字里头它并不是写的一样高低的，中间这个深看一下，这个和它的寸这两个勾并不在一条直线上，也就是说深字的勾还靠下一些，但是这个寸字的竖勾这个起笔却高于深字，整个体式就是还是接近于一个正方。这笔也还是没有内横，注意看它这个第一个横是不与左边那个竖相接，而与右边的竖相接，第二个都接，写出撇，这个寸字的横和深字的第二个横保持一条平行线，略高于深字。这个写法就是整个一个比一个高。我们再尝试一种写法，左边的偏旁肯定是要写的靠左上，现在注意我把这个
身字，适当的收缩，写短。注意，我把这个寸字的这个横往下放，这个寸字的竖钩也放下。这又是另外一种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竖钩，它是成这样一个态势，这个是这样一个态势，而上面呢是这样的，这个是这样的，这是字的这个角度调整。再一个，我们可以再写一种样子，就是这个楔啊，左中右结构怎么把握的？注意，我把这个身字再向高写，把它突出，写长。注意，这个寸字不仅写低，而且还给它写短。这样呢，使这个字势成了这样。就是由于我们每一个部分，就刚才讲到，每一个笔画或者某一个笔画把它写短了或者写长了，对整个字形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，我们在这儿做了三个试验啊，这也是在讲这个楔字的时候多说了几样。再看那个之，这个之上半部的矢字，这撇和这横啊，现在看不大清楚了，是吧？显然它不是一撇一横，而是一竖弯，也就是变成了一个竖折。但是它这里有一个关系，我们注意一下，这个竖折写的短而小，而这个底下这横和撇再加上这点儿，这又写的非常紧凑，这个横画向左伸，把这个口字写的比较靠下。大家我们看它这个态势哈，它是成这样一个态势的。如果是从这么看，它仍然是个三角，但是从水平上来看呢，它是左长右短的这样一个形状。哎，我们下面写一下啊，这里有就是想把这个字写得好看，这欧阳询是下了一番苦心的。注意看，这个撇折变成了竖折，写小写短，这个横画斜向左边拉长，同时还要写的上扬。注意这个撇不要出头太多，写到这儿就是写长一些。再看这个点儿，这个点儿如果我们点到这儿或者点到这儿，它会一个什么效果呢？按照它这上面应该是点的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说撇长横长，点和这边短，形成一个很紧凑的这样一种形式，最后把这口写出来。口封口，我们现在看这个之，是个三角形状。如果我们不这么处理，当然谁也不会把之字右边的口写的跟这个左边的矢一边长，那就没法看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写的话，比方说
这是上面，把这撇处理成弯头撇，这个点儿也是靠上，不要写长，再把这个口字完成。我们看这个写法和这个写法，是吧？都遵循了左长右短的规律，但只不过就是在这个抬头，啊，一个是竖折，一个是撇横，处理手法不一样，但是他们的动态、字势都是一样的。啊，写之以后要就是把握住这样一个原则。关于这一讲所进行的范字临习示范，就讲到这儿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